龙骨了。然后幺八千秋，我刚刚吼，这个吼，这个应该是游戏里面的那个主角做起的吧？因为这个为什么有一条线啊？是我的问题吗？不是我的问题哦，那就好。好想公外手机那出现一个横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条线哦，那条线是什么？阿仔？幺八秋千的博文，那个鸭子很像是他的那个主轴哎。很漂亮的。嗯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以主线，我们就继续下去了，我就不再追了哈。那我们升级一下吧。哎，安娜卡加。嗯，好，说吧，说吧，说吧。主线可以做什么？Atis， 看一下，可以看他们装备的吗？我是怎样啦？你现在只能从好友这边看。真的有人会叫丽莎哦。